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正道论坛》第58讲啊。这一次讲我要讲啥呢？就是轮子他们最近我观察到他们这个策略啊，就是他们这搞这个反华反共这个宣传的策略，所以跟大家讲讲吧，他们是怎么样搞他们的宣传啊，在这个大街上，至少是在大街上啊。我前阵子去了洛杉矶啊，好莱坞一趟，然后在好莱坞有一个那个挺有名的那个影院啊，然后那个影院啊有中国风格的建筑，然后上面还有龙什么的，然后这个地那个就是地砖上有什么成龙的脚印啊、签名啊，还有就是黄晓明啊、赵薇啊什么的他。就在那儿，我看的时候吧，我还不知道说这个，我只看到说这个《星球大战》的那个主这个几个关键人物的那个脚印嘛，像什么 R2D2，还有那个 C3PO，还有那个达斯维达他们的那个脚印。然后呢，正在拍照呢。但我知道那个就是轮子他们在那个就是这个影院门口啊。不是在这个地砖这些签名地砖，而是在门口那个就接近快要到那个马路牙子了，然后呢，他们在那边就是有那些栏杆，然后在栏杆上就竖起这个他们这些宣传呐，然后呢，上面宣传那个什么活摘器官什么的这些啊，乱七八糟造谣的这些谎言都在上面写着，然后呢拉开横幅，然后有人也会过来看，然后呢。旁边呢，我发现呢，他们有几，就是在这个横幅旁边有几个啊，那个一看就是啊，这个亚洲人的这个面孔，结果我去观察，后来有一个另一个亚洲人面孔的人过来，用汉语讲说，指示他们该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呢，他们要这个就好比说一个宣传小组，他们有一个带头的，然后呢，我就不想去理他们，然后我只想看这个明星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地砖什么的，然后拍照吧。结果呢，就有一个人呢，看我可能长的是这个亚洲人的面孔，所以呢，就主动过来跟我这个搭讪，然后说，哎呀，那边还有什么成龙、黄晓明的、赵薇的那个脚印签名都在那儿，好啊，然后他就这么主动跟我搭讪，然后呢，跟我套近乎，套完近乎，他马上就来一句说，心理推挡就好。不需要实质推挡，我是，我现在明白了，就是因为他们过去讲那个什么签名推挡，然后要来瓦解中共，结果后来变成了个笑话，然后呢，大家都知道那个什么签名推挡就是他们自吹自擂自己搞的，你知道吗？那都没有人签名，然后他自己去在那儿那个把那个人的名字填上去，什么啊什么李。过去还有出现什么李宇春呐，什么周笔畅、张靓颖这些人呢、什么何洁，好像，操，那么05年那个湖南卫视超级女声四强，人家都没有入党，然后就把人家名字给填上去了。后来我才，所以嘛是个笑话啊，没人这个签名什么退党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就整这一套，说你心里退党就行了。哎呦我天！结果呢？后来我跟他说了，我不是党员啊。那个，你那个，然后他说啊，你不是党员呢？那你有没有参加什么这个什么共青团呐、少先队什么的那样的组织？然后我说没有，因为我常年不在国内待着。后来他一发现，哎呀，你知道吗？浪费时间啊！我找错了，这个找错目标了啊！然后马上就二话不说，然后就马上他转头就走了，哎，就是这么一个宣传策略。哎呀，行，挺可笑的啊，可悲可憎可笑可恨啊，妈的这群轮子。行，这就是我观察到的啊，这个2个月前去了一趟洛杉矶，所以呢，跟大家分享啊。好，那么这次这个正道论坛这个视频我就讲到这儿啊，希望大家这个留言啊，
这个有什么想法啊，咱们大家在下面讨论啊，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次见。